será, será. Whatever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What will be, será, será.所有在线上的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淡比尼上谕怀旧金曲之夜。 Right, very good evening to all our residents of Tampines Changkat and to all our friends online. Welcome to our Tampines Changkat Golden Oldies Night. 我是如萍，再次跟大家在线上见面了哈。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很多好听的老歌。那喜欢听老歌的朋友，这个时候赶快去 like and share, like and share 啊！ All our residents of Changkat, please go and like and share and invite your parents, your grandparents in for these oldies, because all these oldies are specially for you. 那我们这些怀旧的金曲呢，都是特地为我们一些阿公阿嬷、爸爸妈妈所安排的一些大家过去听过的、很喜欢的一些怀旧的老歌。那今天晚上呢，我们一位特别嘉宾更是不得了啊，要看到他没有这么容易哦。所以等一下呢，我们请他到线上来。那当然我们要非常谢谢我们的 Tampines Changkat CC。好，我们还有呢，也要谢谢我们的 advisor 啊，因为他知道呢，我们的朱培庆 advisor 知道呢，说很多老人家喜欢听老歌，所以特别把这样的一个节目呢，放上网，就是呈现给大家。那开场呢，就由我来为大家带来一首歌。那这首歌呢，因为这么多期来，我都没有唱过阿毛瓜，对不对？那有些朋友问，为什么你从来没有唱阿毛瓜？哦，不是不会唱，是没有唱。那今天晚上好吧，开场就为大家带来一首很怀旧的歌曲，可能也是你这个小时候的一首歌曲。Okay, one of the oldies specially dedicated to our senior citizens. If you like English numbers, over to you. 这一首怀旧的金曲。有没有印象？ 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I asked my mother, what will I be? Will I be pretty? Will I be rich? That's what she said to me. Que será, será.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será. What will be when I grew up and fell in love. I asked my sweetheart what lies ahead. Will there be rainbows day after day? That's what my sweetheart said. Que será, será, whatever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Que será, será, what will be, when I had children of my own. They asked their mother, what will they be? Will I be handsome? Will I be rich? I tell them tenderly. Que será, será, whatever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Que será, será, what will be, que será, será。送给大家这首非常怀旧的西洋老歌啊，que será, será，希望你们喜欢。那老歌就像碰到老朋友一样很亲切。那今天晚上呢，我们邀请来了一位老朋友。那这位老朋友呢，在我们歌坛可以说是屹立不倒哦，可以称为我们新加坡歌台的不倒翁。他也是呢，很会唱老歌，也是很受欢迎的。所以呢，我们就要邀请他进来了。来，我们掌声欢迎黄清源黄大哥。哎，大家好。哇，今天我第一次听到林如萍的《阿摩瓜》，真的、啊，红毛歌还唱得挺不错的啊、哦。因为我本来是踏摩车嘛，哦，你本来踏摩车，对。我记你哋你哋学生讲福建的节目噶，一种噶你嘅先生，台湾先生，台湾对，讲福建，你忽然间讲阿摩咧。我跟你讲，我踏摩车嘛，我以前是 IJ 的嘞啊，我是 CHIJ 的 IJ 的，没派了，所以啊，真准啊，真准啊。啊，踏摩车个尾数就差秒了啊，真准。我嘛是有去 Channel 5嘞啊 ，Channel 8 Channel 5嘞，对，因为啊，以前我们有分华校音效哈，阿摩车，踏阿摩一个是等人诶，啊，那我是音效生，可是我的第二语言哈，啊 ，second language 就是华文，所以我。就而且跟我这个旁边在一起玩的，以前我的邻居啊，总是他等人切个水啊，所以哈、哦，我那都是讲华语比较多，所以我的华语，我的华语拢种 A 的。Very good 啦！哇，Very good 啦！哇，你真准啊！那个阿拉妈特别讲未准的，伊咪是讲 Very good， 是讲 Very good 啦。真 good 啦！真 good 啦！啊 ，Very good 啦！所以你看啊，这个以前哈、啊，你没有从来没有想到说，哎，我会在这个行业里面，对啊，因为我毕业的时候我就做工，我就做钢窑嘞，没有想到说会在歌坛，那就是踏入歌坛呢，也是一个偶然呐、啊。那我们的黄清源大哥在我们新加坡可以说是唱了几十年，你几岁开始唱歌？你几岁开始唱歌？我应该是做唱片是十九岁啊，十九岁第一张唱片，灌第一张唱片十九岁。哦，那时候灌的是《绿岛小夜曲》。哇，第一张唱片。还得为准呢。按照嘞，发音不好啊，那个华语不准。你到这阵的发音嘛是差不多，你看你要告诉我。但是马来西亚苏干你也发音，马来西亚。啊，你看是嘞、啊，哦，这样子、啊啊，真的。对。好、哦，那你踏入这个歌坛会成为唱片歌星，是因为你参加？我记得印象中好像你说过你参加过歌唱比赛。我参加小时候嘛，参加《绿的呼声》呢。啊，应该是七岁、啊，跟我一样啊，我也是参加立德呼声歌唱比赛啊对。那时候没有什么好听的，只有立德呼声而已。对，以前的、电视节目没有这么好看啊，欧贝好像那个时候有电视了，欧贝啦、黑白的，对、然后电视节目没有这么精彩，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是听立德呼声比较多。是啊，那你是立德呼声很多方言嘛？对啊，有潮州啦、广东的，嗯，嘉庆、雷大嫂、广东的，对，雷大嫂是广东，广东都是福建的，
多少次？对、啊，那是很久的次。所以那个时候你是参加立丢生这场比赛，然后你拿冠军啊？那时候七岁拿冠军，嗯，两打汽水花沙泥给我。啊，真的、啊啊，我都要搞花沙泥。我还准怪你吃薄嘴啊！大家不要，大家平常时不要薄嘴。我那是叫薄嘴哦，那叫薄嘴，因为开个一薄一下，叫薄嘴。对啊，真的、啊。对。那个时候我参加比赛是1972年，我那个时候还好了，还有奖金了。啊。那我们是在那个现在 Onge Onge Sawaka 那个国家剧场比赛。那你以前是在哪里比赛？我以前也是在国家剧场啊，也是国家剧场啊，哦，那国家剧场已经走进历史了哈。后来拆掉，对，走进历史了。外地国家剧场边头购置了 Van Cleef Aquarium， 这水族馆，对水族馆，对对对，后来也拆了。对，以前我们在学校有带去水族馆的时候，哇，欢迎干么戏嘞，然后就去 excursion 了，多么开心。那你灌第一张唱片应该是那种45转的啦，碎碟啦，黑胶。啊、哦，黑胶的黑胶唱片、哦、啊！哇，现在你拿那个黑胶唱片，如果你没有再去处理过哈，哇，你放的时候，稀稀沙沙跟那路多好啊，你看了啊，没这个机了啊，现在有啦，还是可以找到嘞，还有 player 嘞、啊，还可以唱的、嗯。那你第一张的唱片，灌录的第一首歌不是曼丽哦？不是哦，第二张才是曼丽，后期哦，第二张 啊，对啊，那第一张你灌录的应该是里面有绿岛小乐 曲，还有其他的歌曲，还有其他的乐。那三首歌忘记了忘记了啊，几十年的代志，几十年了，嗯，大哥今年应该有70，应该是70个了，这边应该掉70个了，70个够应该吗？阿伯高啊，哦，外省的阿伯高，哦，不，你阿伯来，外省的是二个月，74盘啦，七十啊，二个月啊，安尼74、35啦，啊，所以你看，能够像大哥这样唱到70几岁，没有几个人办得到嘞。啊、有些人50、60岁就退休了。对对对。我嘛是讲爱退休了啦，卖唱到70几岁啊，你看。会啦，你会唱啦，你会唱会讲会变哦。我会变，你是讲什么讲啊？会变啊！好了，我们先来听大哥唱一首歌好不好？你有很多很多的好歌。一首歌，一首歌是日本歌改编的。啊，日本歌。不，原唱者是李香兰。啊、哦，李香兰是一位我很喜欢李香兰的歌，对对对，国际巨星啊。其实他是日本人，对不对？对对对，山口素子。哦，他的这个日本名是山口素子啊，日本人。后来有个中国人收养他作为义女。哦，就改名李香兰。拍电影就成为李香兰。哦，因为因为日本女孩子的名字后面都有一个子哈，山口素子。那如果我要唱日本歌，我就要改一个日本名，叫英英无代子。哦。叫《英英无代志》对，好了，我们来听大哥的第一首歌曲，《红睡莲》带给你，《红睡莲》。相拥美迷恋，花跟小妹，啊哈花，呀啊无解，解来问你为什么不眠？爱那花卷卷分枝，爱那花花，夜里是你该要爱惜扶持。妖魔，月来相拥美迷恋，花更秀美，啊啊花，要啊舞起来，起来问你为什么不眠？爱那花卷卷风枝，爱那花花。夜该的是你，该要爱惜扶持。
乡友妹妹的莲花跟小妹啊哈哈鸟啊起来起来问你为什么独眠爱那花卷卷风枝爱那花火夜该的是你该要爱惜此日好谢谢各位好听好听红睡莲一首很早期的歌曲好那么线上的朋友赶快 like and share like and share 大家分享出去哦按赞跟分享哦难得我们邀请到我们今天晚上我们的大咖大咖我们的歌坛的大哥黄清源大哥到线上来跟大家为大家唱唱歌因为黄大哥这早期除了在新加坡演唱你灌录唱片之后就一路来就走红其实你的歌艺的路走得很顺有些人不是第一张唱片就红了第一首歌就红了就经过唱很久才会红了那你算是一举成名啦对对因为可能有几个因素那个年代我灌唱片男歌星会比较少对对男歌星比较少而且那时候唱片的销路很好你随便唱都可以卖真的真的真的那个年代对那个年代我就讲60年代跟70年代对因为歌星少嘛对人家要听歌没有机会啊对所以只有买唱片来听家里听以前我听说他们买了唱片家里来听后面的都跑来前面听对以前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的唱机啊record 啦电视机啊其中都不会去的就好像电视一样以前很多人跑到联络所就看电视对啊因为出来不会去嘛因为他们没有电视好看哇你家里有一个电视机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的阿公买了一个 telefunken 那种大大个然后放在鬼门给我还可以锁的那个哇五八百勒很多人会跑到你家里来看左右邻居都来对因为那个那时候的生活比较苦是是生活也较坎坷了娱乐很少对娱乐很少歌星也没有这么多你看现在像以前的年代我们新加坡出名的歌星像你啦后期就有樱花凌云啦凌霄啦跟你同一期好像有一个蔡晨还有一个蔡晨对不对蔡晨对他是比你后期对还有珠江啦珠江啊对对对情怀啦情怀哦都是那你那个 generation 的哦60年他们是60年代的吗对60年代对对对我是70年代我是73年出唱片嘛这属于70年代我真正出来跑歌台就是80几年我才出来跑歌台我跑歌台应该在1972七二年啊我参加比赛的那一年我讲一段难以忘怀的好好1972我在朱荣大妈朱荣大妈朱荣唱街戏那个是庙会后面很多政府组那种一种国台了还是一种五啦魔鬼台啦哦那时候魔鬼台最大呀是吗在唱个山顶去我唱13台一米哇我看没有人破纪录了有一天晚上唱13台 拼命的跑因为那个时候因为可以唱到一点多刷定没人管没监护没人管就对了没人管你在做个真暗竹杠抓竹杠龙中可以骑车啊骑龟所在真的你能不做古代真的因为可能一年一拜七月的时候他是仇神都做古代了那我唱大妈竹龙因为人很多他是大戏台大戏做完了轮到歌台哇很多人跑到台上嘛。所以这时候去台灯的吗可以跑到台上的吗你能买到台卡看。台灯看了卡滚嘎嘎对歌声也在恭维。可以这样的我还不知道嘞。所以很多人爬上去嘛那个台是不稳就断。真的整个台塌下来好像我没有跌倒。真的。我又怕那个麦克风坏掉我拼命拿那个麦克风给不要给它跌下去以前是有线的以前麦克风有线的是有一条线的对对对看点衰啦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灯光了对还有记得大光灯啊那块年龄夜喇叭尖尖没多大喇叭我知道的那种远远都听到很尖的声音lock的啦那种可是以前的人有的看就很好了还不会去要求说音响要很好啊什么要很好不要嘛对吧哇所以你看70多年已经开始唱歌
歌台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你最红最赚钱的时候了。你看你看一天晚上你可以跑13台了，13台一台唱两首歌，两首歌呀、啊、就跑掉耶。对，我印象中那个时候我还在看歌台，我曾经去台下看歌台、嗯、当观众啦，那个时候那去看歌台的时候，诶我还发觉说、哎、旁边有一些歌星啊，坐台那个坐台，就是大牌歌星还没有来，他们常常去唱，他们是暂时动的啦，啊对，啊就是去动台啦，然后大牌来，他们就下，然后给你们先唱啦，对啊，嗯，那你从你72年灌录唱片，到现在，到你后来没有再录唱片了，前前后后多少张唱片？1965年灌唱片，我因为停了大概有8年嘛，没有唱歌。为什么停8年没有唱呢？我身体不好。哦，对，听说你的心脏有问题啊。练功不得法。练功不得。走火入魔啊！练功不得法，你走火入魔嘞。因为我练那种气功啊。哦，走任督二脉。哦，真的。啊，走了不好。走错脉啊！走错脉，走错脉，差点神经病啊！会这样的、啊，真的？那你要去找师傅帮你点穴，给他点开它啦、啊。对对，要、啊、哦，真的、啊对。对。所以有时候哦，练功啊什么，不要乱乱练的呀，要有师傅。找个好的老师。对，要有师傅指导指点。不可以一直看书来练。对，啊，你看册，我就自己沙拉嘛，赌沙拉嘛。所以你看，这个一路走来，我知道大哥就是在印尼，在很多地方也是、哎、很红的。那个时候你们有抛码头嘛，对不对？有，在马来西亚跟印尼嘛，也、啊、比较近嘛。嗯嗯嗯。我第一次在印尼是那个，应该是棉兰呢、啊。哦，棉兰一个中秋晚会啊，8月15。对。我在海边举行，人山人海啊。因为我基本上我去过印尼表演，他们那边比较乡下的地方，没有什么娱乐性节目，是是，所以如果说一有歌台啊，一有什么节目，很多人哇，一浪在对都照出来了，啊、哇，鬼步这样密密麻麻这样蹦从哪里跑过来的、嗯，所以那个时候你在印尼也是很红哦。那个年代我在印尼唱东西很便宜啊，嗯，你知道一粒燕窝1kg 啊，在新加坡前250啊，250那个时候很贵了嘞，1kg 听好来啊。现在1kg几千块、啊、当然啦、啊、那个时候我你现在250我就买到了，那个时候250可能也不是很多人吃得起了、因为250在那个年代啊很贵你知道吗、嗯、70多年代的时候爱假烟偶尔然后不追啊你有人上的烟偶尔你歌名你追有啦有一浪烟都进不快一年起烟嘛外靠水水哦中不水对一中午你看不到吗外靠包括水水、啊中看不到哦，中都无水，减料啊！你看呐、啊，哦、嗯，对，所以你看呐、啊，你跑了这么多码头，你觉得啦，最好唱的地方是哪里？像印尼啊，是马来西亚？最好唱的地方还是印尼。哦，印尼啊，因为歌迷很热情，他不会挑剔。哦、你唱什么歌都可以。哦，也不点了，但我马来西亚他们会他们都会点歌给你唱，对不对？不像马来西亚要点什么歌了，大哥要听什么歌了。当然你没有唱，他们要生气哦。对，所以你看呢、啊，印尼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去唱歌的时候，很多人排队给红包，对不对？那当然。哇，我第一次去印尼唱的时候，很开心哎，这样多人，他们的习俗，那也习俗，就是排队来给你红包。然后呢，可是就是印尼盾呐、啊，他们给你，当然也有些人给你就是新加坡钱比较少了，不，他们有这份的热情了、啊。对，不管说钱里面是多少，他们都是会给你一些红包。然后你回去算的时候，哇，金花喜嘞，哇，你看算千万的嘞，印尼盾呐，印尼盾 可是登来新加坡哇，不贵了。印尼盾你不可以这样讲，那个年代我在印尼，他1万盾哦，1万盾，你知道新加坡钱多少钱？多少钱？50块啊。后来我去唱就没有了。后来1984年，我在耶加达唱1万盾，等于20块。对啊，我去唱的时候差不多这样的。现在你去印尼1万盾等于9毛钱呢。对啊，我去唱的时候已经很少钱了。9毛钱去印尼唱的时候是，所以你看这个，时代的变迁不一样哦。通货膨胀。对，那以前你的年代真正。你那个年代，你当歌星就真正赚很多钱了，都加起都一探绿了哈、哦。那如果说以前你会赚钱的话呢，我列晓不会出啊，哇，就很厉害了。你怎么进攻了？不要不会出了，啊，无手列晓不会出了。我嘛是不会晓，没有啦，哪里？陈建斌公伊嘛不会出，全部都笨笨。
分的咯，都不会。以前的屋子很便宜，啊，对对对，几千块可能才会给你加工除料嘞。谢谢。现在不可能了。那个排污啊，十多千而已。对对对、啊、对，以前你看他们昂沙里那边哦，啊、一间我的亲戚他们这样一间，哎，十几千的不会给除掉嘞、啊是。现在十几千啊，皮薄烟呐、啊。不会两万不买不啊。那是真的，那是真的。所以你看，以前的人如果会投资，像如果爸爸妈妈、跟阿妈会投资的话，以前会买屋子、哦、哇，那就不得了了。对，房地产呢、啊？对对。那你这个唱过了很，你前前后灌录了多少首歌？你记得吗？有了，大概就唱片算一算呢，有些重新再唱的，一首歌我唱了好几遍，可能三遍，乐队不一样。编曲不一样，算来算去有800多首歌。800多首歌 啊， 啊，就是新旧唱啦，800多首歌，哇，不容易嘞。所以这一代后人唱的都是我以前唱过的歌。就是、对他们都是重新的改编过，啊、是啊、尤其是很多马来西亚的哈、啊、歌手都唱你的歌，都唱你的一些过去的一些成名曲了。是，其实大概成名曲很多很多，那当然少不了苦酒，你的最。苦酒满杯、曼丽啦、阿兰呐、啊，这些都是你早期唱过的，百听不厌的好歌，就是很多人听了几十次，甚至几百次还是喜欢听的一些歌，对不对？对，那我记得你娶媳妇的时候，我们去喝喜酒，你在台上讲过的这样的一句话、嗯，你说你的一首《曼丽》啊，把你的儿子养得这么大，还娶老婆，对不对？是，就是一首歌。所以他们讲，哎，不可以唱《曼丽》啊，人家结婚不可以唱。我讲可以了，结婚，我就是唱这首歌养大的。对对，我记得大哥说这句话，为什么就不可以唱？就是这首歌把他养大的、哦。所以你看，早期的一些歌手，像你说的，因为歌星没有这么多，唱片公司只要你一首歌会卖，哇，唱片行就赚大钱了、哦。对，那以前买楼了，唱片老板，对对对，老板都赚大钱呐、啊，带瓜的对昂料。所以以前我们叫唱片。也就是我们唱老板片啊，叫唱片啊，因为他一首歌，他换了封面，他又可以在他一次换封面，啊，歌曲里面换来换去，换来换去，对，换来换去哈，好，那我们再来听大哥的一首歌，好，接着为我们带来什么歌？福建歌啦，唔呀不，你是客家人哦，客家人，客家人啊，福建歌，但是你一个这条歌我常常有听。哦、古早我伫台湾的时阵听到，洪永红唱的。你不去台湾唱歌无？安尼我无啦，我有去参观啦。以前拄到姚淑荣。啊，70年代姚淑荣。一九，他也是70年代的歌手。68年吧。哈，他六几年就出来唱了？我以为他是七十年代。姚淑荣唱歌厅嘛。哦，那个时候唱歌厅。什么金字歌厅啊，孔雀厅啊。哦。不过他很热情，看到我他就招待。啊，大哥，我带你去跑一跑我跑台的地方。哦，那你跟着他去跑台了，我就跟他跑台去参观一下他们以前那个歌厅是怎么样。以前他们叫歌厅，那他叫雅庄委，那叫歌厅哈、哦。好，那你这首歌是哪个年代的？这首歌应该是80年代的。80年代的啊，洪永红唱的啊。见面三分情啊！对，安尼做人就是安尼款哈。卖讲无情啊！对对，不是，那做人特别安尼款，凡事留一线哈、哦，日后好相见。所以，咱做无论做什么代志，做人做代志，本都爱留三分情。对，后尾三度了。哈哈哈！这讲后尾三度啊，头前留三分就好啦。来，见面三分情，听听我们黄健大哥为你唱福建歌哈、哦。要背起那呀情，古无下见面，见面三分情，无定我语，挽回你的心，希望你搁再甲我见一面，我。永远
相信，相信你是我的一生中，你是我的红啊，爱你。月是那夜子，久无下见面。见面三分情，无定我意。万回你的心，希望你多再甲我见一面。我。永远相信，相信你是我的一生中，你是我的红啊，爱你。相信你是我的一生中，你是我的红啊，爱你。来，感谢福建歌。哇，没派没派，哇，字正腔圆。福建嘛，袂歹嘞，因为你通常讲人嘛是讲福建话比较多。我所讲福建话。对啊，对啊，客话。我教我的囝，我的孙本讲福建话。真的、啊，还是出来无讲客话啊？啊，无讲。你那不要讲啊。哦，现在年轻人对方言比较就是没有说真正去学来当然学讲。那这个大哥在歌坛这么多年哈、哦，有没有碰到过说你最开心的一件事，或者是最？不开心的，因为你在你看你在这个艺坛啊几十年，有没有五十年 more than that？ 五十四啊，五十四年，你看五十多年、啊，当然你去过的地方很多，见过的人很多，嗯、朋友也很多，有没有碰到过说你生平你觉得你最开心的事情啊、不要说你不家庭当然开心，我是说你在演出的时候，或者是你到到别的国家的时候，有没有让你最难忘的、最开心或者是最不开心的事？嗯，最难忘的嘛，因为我比较好吃嘛，那一到那个地方叫曼谷嘛，他们就带我去吃，很好吃啊。我一尊那个年代应该是70年代，他的鱼翅很便宜啊，就多二百多嘴绿呢。现在也不贵啊。现在也不贵了，不很好吃，很多东西我喜欢吃，好像他的黄梨很突出，小小粒而已，很甜，对，很甜啊，而且他的那个。肉瓜也袂歹啦，啊，够一个我永远会记住，伊人讲，哎、欸，这狗屎来的，其实不是狗屎啦，伊是肉腐，肉腐做肉腐条，一条一条条状的，看来跟他狗屎、啊，对，他们就叫狗屎啊，狗屎、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这个是关于吃啦、啊，那我是说，比如说，维沙精品哦，啊，他那边的东西都便宜，所以很多人喜欢去嘛，啊、对对对。那我是说，比如说你碰到你有没有人生走到最低潮的时候，就是最不开心的时候？有啦，有一次跑码头嘛，跑码头我们是跟西燕分账啊，跟邵氏或者国泰吧分账，有个地方，因为我们每次都爆满。第二场一定爆满的，第一场人家可能回家吃饭了，就比较少来。那我们第一场爆满，第二场为什么一半而已？那个是在美罗那一带，马来西亚美罗。
美罗是最出名的是鸭腿面线啊，那个有个市镇有个戏院。那我们第二场为什么一办呢？那我的团长就跟那个经理讲，你看第一场跟他问说第二场没有人，他讲我们这边人都出道完了，这干崩、啊、那个干崩就是这么多人 出道完了，他讲啊没有，他讲你们一做我一个礼拜没有生意哦，一营业的，那个时候这个塑胶哦，塑胶没有什么价钱嘛，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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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有些一天割不到几块钱，他要买票来看，买票三块钱不容易嘞，啊、哦，那时候卖一二三嘛，对他要赚爱探老顾告那个三块钱来看你的，啊、对来看这个 concert 嘞，对，所以你看每个地方，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新加坡是蛮幸运的了。还有一个非常难忘的，在应该叫四毛业。啊，吉隆坡下来还没有到，还没有到，也是在马来西亚啦，还没有到，还没有到那个加沙地，那时候的叫做嘉颖啊，嘉将啊，嘉将，他去到是吉隆坡嘛，吉隆坡、那个四毛业是我朋友做经理那个戏院，叫我跟王三野峰啊一起登台啊，高高兴兴在厕所那边做后台化妆 啊吃饭的、啊，那么刚好下雨嘛，下雨。那么前面已经歌星在表演，我跟王三野峰在后面聊天喝咖啡，就下雨。那有一个观众嘛，拿着雨伞，啊，冒着雨在门口啊，因为他没有买票，不能够进来。那个王三讲，哎，下大雨嘛，叫你朋友一起进来嘛。那个歌迷讲，没有呢，我一个人来了，吓死我。大家都他讲我一个人啊，后面那个不是人啊，哇真的、哦、啊惊死我啊，就是他一句夸掉了，一夸掉王少夸掉 真的、啊、我就讲一摸你这人再光看到两个人摸啊可能也把酒灰咧、啊、跟他眼花咧，对对对对对、所以有时候你出去，我从来没有跑过码头啦、所以对于这些我都不了解、因为我唱歌就是在新加坡，我也没有唱过像 Expo 啦这些、也没有，也没有唱过歌剧院，就是纯粹在电台，然后电视台，然后歌台，就所以这些啊很有趣的故事，要很多那种跑码头的艺人才知道嘛。那你去吉隆坡的时候，那边不是广东人比较多吗？讲广东话，讲广东话，跟唱华语歌啊，他有分哦。新山嘛讲潮州跟福建哦，吉隆坡一带就讲广东话，广东人比较多，在槟城又讲福建话，对对对，怡保又讲广东话，对，槟城福建人嘴嘛。啊，然后伊那槟城福建话跟咱那稍个不像哦。然后问讲你是谁？伊讲你记住。对啊，做哈咪，咱讲直角，伊讲直播，直播啊，做哈咪啊，咧，还有就是我们说鼓掌哦，咱叫拍爆，一个拍手，拍手，拍手，啊，头先拍几条那个惊死，来拍手，拍手，那我拍手喂，所以他们的福建话跟我们不一样，可是他们那边有俚语声，也是很受欢迎，因为他们那边都听俚语声，所以因为闽南语嘛，好简嘛，所以你来到吉隆坡就是广东，那你唱你没有唱过广东歌嘛，都唱华语歌，那你去吉隆坡也是生存模，你不要去公务歌、我在吉隆坡是唱华语歌曲，华语歌曲啦，华语歌曲，因为那边基本上是广东讲广东话啦。对对对。好啦，讲到广东话，那我就来唱一首广东歌了哈、啊。我洗耳恭听啊。啊，你听过我唱英语歌曲了，华语，那接下来我就来唱一首广东歌，送给我们广东籍的朋友啊，广东歌啊，送给我哋网上的朋友哈，线上的朋友来去 like and share 啊，带给大家这首汪明荃的歌曲《灭歌名》啊，七十年，万水千山总是情、好歌啊，系一首大家好熟悉嘅歌啊，来啊，齐嚟欣赏啊，送俾大家呢首七十年代嘅歌啊，也是一部这个电视剧啊，电视剧的主题曲《万水千山总是情》。来，朋友，赶快去 like and share 哦。莫说青山多障碍，风也急，风也劲，白云过山峰也可穿情。莫说水中多变幻，水也清，水也静，
友情似水爱共永，未怕光风吹散了，热爱万水千山总是情，最深也有天注定，不怨天不怨命，但求有山水共作证。莫说青山多障碍，风也急风也劲，白云过山峰也可穿晴。莫说水中多变幻，水也清水也静，柔情似水爱共永，未怕光风吹雨散了，热爱万水千山总是情，最深也有天注定，不怨天不怨命，但求有山水共作证，但求有山水共作证，万水千山总是情。广东歌，哇！你识讲广东话噶？多少呢？多少啦？我在香港住两年嘛。啊，真的啊？啊，那个年代。那为什么你不会唱广东歌呢？没有，那时候唱歌厅嘛。哦，唱歌厅就是没有人点广东歌给你唱啊？没有没有，很奇怪，他们就讲我会唱中文歌、华语歌，啊，我讲普通话啊。那时候香港，那个时候还不是很流行的。啊，那个时候你跟他讲普通话，他们听不懂。对，他们跟我讲广东话。是近年来他们才会学普通话，以前都是九七以后。对对对，以广东为主。为主。对，所以奇怪嘞，你不会讲广东话，不会唱广东歌，你还可以在香港立足，还可以在那边唱两年呢。对对。跑来跑去这样，对，我还带了一大班马来西亚歌星去唱，哦，马来西亚 OK， 介绍他们去唱，对，好像郑景昌啊、吴峰啊，很多马来西亚的，对对对，我介绍他去唱歌厅。他们郑锦昌他在香港也是蛮受欢迎的，对对，因为他唱广东歌，对他都是以你们这个那个年代的那个年代的歌手了，对，七十年代。对，那大哥在以前。他就是真真正正的唱歌，他不太会开玩笑的。后来这近年来啊，他一直在歌台。2003年开始。开始啊，你开始交给了。对 对, 对，因为我拍了那套连续剧嘛。啊 ，OK， 没问题。你还有拍连续剧啊？啊 ，OK， 没问题。哦，拍了七个多月。哦，真的啊。拍戏不简单，很累啊。对啊对啊，我知道，我拍戏就本来就很累啊，天没亮就起来了，对啊，本来就很累的，累的。哇，我你还会拍戏啊？我好奇怪嘞，我更不快给你做。那时候以后我脸皮就厚了啊，站在台上我就不会讲，哎呀不好意思啊，等人给司仪欺负。所以现在会反驳了啊，对，是强调啊 ，goodbye 哦，等了好不能冲敌哦，他就啊静静的，对，静静的。但是你讲什么，他就站在那边笑笑。所以我每次笑笑他唱歌都是站在一个地方，然后他是没有动的哈。我现在还唱歌还会摇来摇去，有时候就是跟着旋律啊会摇摆。会讲一些笑话，对，会讲一些笑话。跟司仪，对，司仪讲一讲。对对对，现在会反驳了，你讲也要吐力多等了哦。以前是不会，以前那是就是啊，不是讲卡讲啦。啊，因为以前哦，他被交给啊，因为时代不一样。以前你看的歌台是以不用讲什么话的，就是介绍啊。现在我们介绍哪一位艺人上来啊，然后为大家带来什么歌啊，然后就下去了，就不是也得资料。可是现在司仪，你看十八般武艺，你要会讲，
会唱，有时候还要演，还要换衣服，不一样的衣服，要演，还要换衣服。以前我们做歌台的时候，哦，我那个时候是唱歌，到了后期才开始有主持啦，就是有参与这主持的节目。那主持呢，以前不是没有换，不吃不用换衣服的，一套衣服就是穿个了的啦，免换衫的啦。那后来呢，就是哎呀，这个连环炮啦，啊，就发明了换衣服，还是这顺的就歌司仪劳动的换衫了嘞，就是每个歌星啊都要换一套衣服啊，就好像以前那个林立啦，啊，林立换很多衣服啦，对啊，陈金浪啦，对咯，就是一直换衣服，变成一个风气了，变成现在如果你司仪，你做司仪，然后你没有带衣服去换，人家会讲，哎呦，这个司仪不换衫的，但是穿一件衫的，三点钟穿一件衫，所以就是要求观众的年代不一样，不一样的。要求观众的要求，要啊，观众要求也不一样。现在要看你的背景了，好不好看？你看我们今天的 backdrop 就很漂亮哈。背景啊，对，我要求你的 backdrop 要怎么样啦？还要有什么要有什么？而且音响了。对对，音响要好的啦，让他们听得舒服啦。所以真的有时候哈，就我们也要跟着脚步啦哈，因为要不然就是被淘汰了。那我在想，我们也有很多新一代的艺人。上来嘛，后浪嘛，哈啊，后浪推前浪啊，所以我们不要死在沙滩上了。后浪推到我的，我要跑到后浪去。你厉害啦，这大家都知道，你这个动了心脏的手术，动了两三次啊，骨裂啊，我真发起了嘞哈，掉啊，所以爱夸。得下天公啊，爱夸，赶紧夸，掉啊，一个是肾经用了，到七十五岁，你看他还是很硬朗哈。那因为你常常有做 exercise 啦，就是要练一点。对，要练功法，要得法。这也要了啦，这不会走我入魔了。不会走我入魔了。好啦，那这样子了，我们再来听大哥为我们带来一首歌。观众所点的是吧？啊，对，因为观众说，你看点歌很多，如果没有听到这首歌，就像你没有来嘞啊。所以说，你就要听唱这首歌哈，因为他们喜欢你的几首歌，像你的成名曲啦，你那没唱，哎，黄清源咩？家你都没听了这首歌，对对对，所以好像曼丽啦、苦酒满杯啦、阿兰啦。坦白说，你这么多的歌曲，你灌录了八百多首歌曲，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首？你最得心，你最喜欢的？我唱最多次的就是曼丽了。不要说唱最多次啦，你自己本身最喜欢的啦。良夜不能留。哦，真的啊？为什么你特别喜欢这首歌？这条歌是三更半夜听就好。啊，听来困啊！电台十不是十二点啊，十二点我才放的。哦，我朋友讲，我听这条歌听不了，我都困了。催眠曲啊！啊，两夜不能留。其实这是七十年代的歌吗？这个应该是五十年代。哇，更旧啊！更旧，五十年代。对，唱这首歌应该是佩林。上海的小歌手佩玲小姐，不奇怪你带，不奇怪你带，啊，不是啦，五十年代，我一年出席，可能那个时候还不会听嘛，啊，对不？那你五十几年，你都也要听歌了。我要唱这条，听这条歌，应该是我差不多十一年前有听你的声音。哦，对对对，就听这首歌了。那个时候，我小时候练歌，还有听猫王的歌。哇 ，Elvis Presley，Elvis Presley， 哇，那个时候，对对 ，Beatles 那个时代流行的。好了，我们来听这首大哥这首歌，我听了这首歌哦，都唔知讲有黄千源啊。对，来唱给大家这首他的百听，我们百听不厌，他百唱不厌的一首歌。来，曼丽带给你。
着你，我爱你，满地可记得我们是躺快乐的在一起，一起，我很伤心，今天我不能生活在一起，只有希望在梦中是躺能够见到你，满地。这首《曼丽》非常好听，可以说是去到哪里都有人点唱的一首歌曲。是是。那最近因为这个阻断措施哈、哦，就是大家都待在家里，那你这两个多月你出来做什么？很闷啊，很无聊啊。啊，你不爱哪？你个人在、在 online 啊，唱歌好难听。啊，我不晓，我早一起来啊，都行下对 exercise 行两步，等到吃早餐，吃早餐的等午餐。我真的困起来，困起来当晚餐，你看啦。晚上只要你这个单宵夜，哎呀，所以都有淡薄发胖了。哦，不会啦，因为这个因为这个时期哦，每个人都要适应我们的生活。对，以前我们可能不是这样子，那歌台也不可能就是实地的歌台没有了，只能够在网上。那你卖功力不要，哎哦，刚刚我真侪物件我嘛是不要，我嘛是哦，所以爱假噶老，我噶老，那来我按照上网哦，啊，在线上跟大家沟通，可是有点不习惯是，那人你家己。直播的时阵哦，你自己跟自己讲话咯，就对着那个手机讲话了，就有点不习惯了，对不对？对对对。我怕人卖物件真强哦，咕咕咕咕咕。对对对对对啊啊！你无手我个趁真侪镭哦。啊，都爱转行嘛，对不？因为你歌台无了无通唱吼，啊，都是爱转行咯。因为很多人都是也是必须要生活的嘛。对。那为了生活，很多人都是无变嘛，就爱转行。你不要做，你带去学做啊。但是通常也要唱，也要唱惯了，未必也要讲话哦。对呀。啊，所以但是这阵真侪也要唱惯了，说我要讲话了。哇，你真敢讲吗？你也在出来卖物件吗？哦，不要。因为有以前就有人叫我问我，哎，你来搞卖物件吗？我说 sorry， 我不要卖物件。我想的惊是叫人卖物件，因为你觉得你要去，你要一直介绍他的东西，然后哇。谁就哈？不是不是，那你觉得哈？你当然给人介绍不好，还是讲人假料饮料不好啊？你就有一个负担呐。所以我说哦，你卖胶不卖胶不要不要。如果我会卖东西，我早了去卖保养了。那陈明丽罗早的，你叫他该到底卖保养？你不要叫我，我真的不会卖东西。好了，那我们非常谢谢这个黄新元大哥。存档不时间了，你后尾够几人的唱啊？你无你搁要唱呗？无你唱人也不能留了。我被关大了。对对，因为我们大哥还有另外一个一哥台哦，所以我们再掌声谢谢，谢谢，谢谢我们黄新元大哥，谢谢，谢谢。我们现在请一位年轻有为的老的去，我这少年来，张雄先生，张雄，啊，张雄来，我跟你讲介绍一下，其实张雄唱的不错的，对对，我欣赏他，对对对对，我看到也，听丢来，老早唱那个老 Coco 的歌，不是啦，唱这什么，这去给人的歌，什么什么，什么歌，去给人的歌，没有，那个是建兵。写的《牙龙之歌》哦，真的啊！啊，阿丁快了哦！我怎么我唱的都是黄叔叔的歌了。对啦，所以他很欣赏你嘛，一定都唱他的老歌嘛。他非常疼我。好啦，来，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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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叔叔。一米距离，一米距离，我 shake hand， 他应该摔球了。
看个谁输了。哎，如冰姐，来我们所有线上的朋友，大家好。对，因为今天我们是我们 Timpanese Changgat 是怀旧金曲之夜的最后一集嘛？对，最后一集我们加了那个老的走了，我们换了一个年轻的。对，因为其实也要谢谢张雄的帮忙哦，因为这几集呢都是他在处理，他在安排，也谢谢他的帮忙。那我们这个因为大哥哦，他因为老人家滑车较慢，老人家走路嘛较慢，是，所以我们还有大概七分钟这样子嘛，对，七分钟那我们就你就带他唱好了，好，你的歌你看欣赏你的歌曲，刚好老瓜了，对，我跟黄叔叔的歌路都一样的，我龙秋也瓜，我都是听他的歌长大的，以后这叫阿北老的蛋啊，然后年纪轻轻啊都唱了很老的歌，有时候40-50年代的歌他都在唱啊，是 OK 来你唱什么歌、哦、OK 第一首带来一首，这首应该是女生的歌，女生的歌啊，但是呢很少听到男生唱、我们来 try 一下，让大家回味这一首怀旧的金曲，叫做人生就是戏，哇，真的，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来的哈，对，配合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就是怀旧金曲之夜，让大家可以听一些老歌哈，大家熟悉的旋律，我们来回味这首人生就是戏。大家好，人生就是戏，演不完的戏，有的时候悲，有的时候喜，看戏的人儿最呀最稀奇，最呀最稀奇，陪着淌眼泪，陪着笑嘻嘻，随着剧中人哭悲又哭喜，完全完全忘了他自己，忘了他自己。要是你比一比，谁演得最卖力？只怕那演员反而不如你，看戏的人儿个个是戏迷。恰恰恰，人生就是戏，演不完的戏。有的时候爱，有的时候气，看戏的人儿最呀最稀奇，最呀最稀奇。这首歌原唱者应该是蔡琴的，是吗？我不知道是不是，好像是。要是你比一比，谁演得最卖力？只怕那演员反而不如你，看戏的人儿个个是戏迷。恰恰恰，人生就是戏，看不完的戏。有的时候爱，有的时候喜，完全完全忘了他自己，忘了他自己，忘了他自己。人生就是戏，对，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嘛，是。有的你有的时候你会演喜剧，有的时候会演悲剧、当然希望大家演的都是喜剧了哈，都是开开心心。可是人生也当然起起落落，也有不如意的时候。对，不要说我们老人家了啊，年轻人也一样，有年轻人的烦恼，对不对？哦、好多、哦，你啊、好多、哦。可是你没有白头发嘞？都把它染掉了。其实我真的我很多白头发了，真的、哦，我都把它染掉了。因为年轻人哦，除了说你要打拼事业，有时候还有感情上的事情。
情啊， 对不对？也要为感情烦啊。是。那我们是没有这种感情的烦恼了哈。啊，干嘛这里会想到关于烦恼什么感情？对呀、啊，对不对？对啊。对啊，现在就算是说你买的爱离婚，你嘛给我人爱了，归回了，对不对？所以呢，有了，还有一个单身的、啊，然后黄清源黄叔叔。没有啦，他没有单身，他的台子都很大了。对，那所以呢，就是我觉得人生哦，就看你怎么去对待啦，是，看你是否拿得起放得下。对，因为有时候你到了一个阶段，某一个阶段，你会觉得，哎，你的人生为什么每样事情都不如意？对，你会觉得。广东人说区区碰着哈啊，就是你去到你做什么都不顺利，那就是可能就是也很多人会经过这样的一个阶段了啊、哦。那你经过这样的阶段了？刚刚哈开始才比较顺一点的、啊，前三年都是比较不如意的。哦，真的啊，有这么久，有三年呢、哦？三年啊。哦，对啊，我们常常讲的沙尼吉温嘛，啊，沙尼，真的这三年，波派教轮啊，对对对对对，啊，之前当然也有好过，在事业上，在家庭上，嗯、然后就是前就这三年里面呢、啊，就是可以属于是说人生的低潮，比较低潮的时候。哦，可是你还年轻啊，对不 对？你不管有经过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情哈、啊，但我的心态就是。就是一路走一路学习啦，对对，一路走一路学习，毕竟后面还有很长的路，对，而且是这个人生的东西是永远学不完的。当然，我觉得这人生哲学啊、嗯，人生的学问，你要学一辈子。是，你活到老，什么事情是活到老学到老？人生哲学也一样。对，你到了一个年龄，你会看透很多东西，是，然后你会看开很多东西，所以就是凡事然后往好的正能量，往好的方面想，嗯、那你就。会雨过天晴，对啊，像我们现在，我们也希望说这个 COVID 19赶快过，然后我们就雨过天晴，就看到彩虹。我本来是看到曙光的，结果啊，这个疫情一来的时候，哇，都在看豆灯。对啊，很快，我们只要大家保持哈正能量，那我们大家就是我们该做的哈 ，as a Singaporean 啊，我们应该做的我们都做，把本分做好。对，就希望说哈，很快就能够看。看到彩虹了哈，对，好，那再为大家带来一首歌吧，因为唱一首歌好像不太够。OK， 啊，我们还有几分钟了，就唱多一首歌。这首歌比刚才那首更旧啊，够卡老啊，够卡老。这首也是很少听男生唱的歌，是有一个时代哈、啊，他的歌啊，我相信到现在很多的年长的朋友都还是很爱听。那个年代有什么《少年的我》啦，《玫瑰玫瑰我爱你》啦，《凤凰于飞》啦，上海时代的一首歌叫做《夜》。上海啊，夜上海也是哇，个40年代的吧？这个哇，太老了。不过这首歌哈、啊，已经把它重新改编过了，所以有不一样的这个风味，不一样的 arrangement， 不一样的风味，有一点 jazz 的味道的。哦，是。我们来听一听这首 new arrangement 的《夜上海》，老歌新唱，送给我们所有在线上的朋友。也感谢这三期哈、啊、都在观赏我们节目的朋友。当然也要谢谢我们 Tampines Changkana 为我们安排了这个线上的怀旧金曲之夜。好，夜上海。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花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只见他笑脸迎，谁知他内心苦闷。夜生活都为了衣食住行，酒不醉，人人自醉。无天无地蹉跎了青春，萧瑟朦胧，倦眼惺忪，大家归去，心灵磨碎，这车轮的转动，换一换新天地，别有一个新环境，回味着夜生活如梦初醒。
息。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花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只见他笑脸迎，谁知他内心苦闷，夜生活都为了衣食住行。酒不醉，人人自醉，呼天呼地，蹉跎了青春。萧瑟朦胧，倦眼惺忪，大家归去，心灵儿碎，这车轮的转动，换一换新天地，别有一个新环境，回味着夜生活如梦初醒。哇，夜上海不错啊，这个尼尔维斯曼也是和听了很舒服。是，你们看，我自己还带了一点掌声来。我自己给我了，怕放啊。没有，因为空空的很不习惯哎。哦，对，因为要习惯对着镜头嘛，对 camera 嘛。对。好了，那我们要再次谢谢 Tampines Changkat 哈，我们的这个为我们安排了这三场的线上的怀旧金曲之夜。那希望呢，大家这三期来呢都听得开心，当然也非常谢谢你们的支持。最重要的是我们线上的朋友、每一次的支持、我们这个节目来听我们卡仙啊，听我们唱歌、是，那希望有机会呢我们再见。那同时也要谢谢张雄、今天是谢谢、把口啊开口相助，不是拔刀相助。拔口啊，口开口相助啊，那也让他给他一个机会唱歌啊，因为他这几期啊都没有机会给他唱歌嘛。好久没唱了。对，就让他等下你忘记怎么唱歌了。对，会，因为现在以前我们一个礼拜可能有很多天在唱歌，对，可是现在可能一个礼拜只有一两天。是，除了是你自己在线上啊，一个礼拜可能一两天唱歌，所以呢。他顾不求了做新三了、对对对，对，好啦，那再次的跟大家说一声谢谢。Right, once again,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great support and thank you our Tampines Changkat for this golden oldies night. 好，谢谢大家，我们有机会再见，再见，晚安 ，Good night。